过马路一定要注意，男子闯马路被车碰，小狗现场教学怎么过马路。连狗都知道过马路要停看停，偏偏在中国东部的一个男子就不听。从马路边的监视器影像可以看见，这桩9月7号在中国苏州发生的事件，有一位男子直接横越马路，而同一时间，一只白色的小狗正在走向十字路口的斑马线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看看，好好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，不就安全了吗？各位观众，以上是今天该如何平安过马路的教学，我们下周见。